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表示，今年亚洲艺术节活动由南院一楼大厅、师承之子、新加坡八八娘惹文化特展，以及向新加坡旅游局商界安置在南院斜阳角的喷水鱼尾狮打头阵。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副处长林天仁说，主要的也谈到他们的平常日常的生活文化，他们的料理、他们的服饰，还有他们的一些平常在传统，然后是什么最特别的，我们也规划了一个一个月时间的一个影展，也就新加坡的电影。我们也现场在礼拜六礼拜天也推出这样的一个料理食谱哈。今年聚焦新加坡，以展览、讲座、文化体验、电影及美食市集等等，生动呈现狮城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。来南院户内户外，从早到晚精彩不间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走进新加坡的缤纷世界。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。